这个鱼啊，这看是蛮旧的，现在条纹是蛮细的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咱们本地话叫头肚的，白话人叫半鱼的。大家好，我在饭店挺久没有吃鱼了，今天买一条大麻椒鱼做鱼丸来吃的，二十一斤重，花840块钱，一斤40块钱。哇，那再处理一下。哇，这个还有籽，这个内脏就倒掉，全部倒掉，肉切下来的。切好了，你看，这个里面肉就那么好看，一肉都切出来了，一头一个做酱圆的，改到做酒会一点的。一头一个剁好了，做一批啊，那切下来的。这个一批就没有了，都给剁好了，剁碎了。剁碎了，有这个年轻的就可以了。加点嘴，捏一下做清蒸嘴。清蒸嘴做的一只龙。我给他有单气，这个的搞战士第二次，第三次了。单气搞几个？盐搅拌一下，鲜红你看这有蛋清了，放冰箱里面冰个半个小时就行了。一头一股腌制一下，盐、生抽、老酒、花生油，腌制了半个小时就行了。自己摘的小白菜，摘一点必要。小白菜洗一下，腌制好啊，一头一足，这块都没见。做就可以了，最开那个又要开始做了，做我们平天板的鱼丸。鱼丸大一点，铺上来就熟了，放这个篮子里面。全部熟了，都有起来了，够冷水够好了，有起来了，起码有12张斤。饿了倒油，油了下去，下嘴 ，OK 看一下，做两个够，这边做救援的，饿了倒油。你看了，鱼丸切够了，吃多少煮多少，做一点点留下。盐、生抽、老酒，
OK， 看一下，牛肉了，鱼头一锅炸一下。切开了，小白菜切够了。芹菜，撒点油。看前顶准备。大哥，西红吃够了，吃够了的。撒点椒盐，撒点葱花，这边就给我煮好了，这个是椒盐的。来，自己炖肉来。俺的味道好吃。不不不，这很，这什么？味道就是海鲜的味道。嚼起来特别鲜呢。今天这个麻椒鱼做鱼丸，我感觉比上回石斑鱼好吃呢。我那就不能包麻椒鱼，对不起，我也就干功夫比较好，今天有点弹性。一条爱煮一斤，它不值得一斤。我们这边啊，喜欢个麻椒鱼做鱼串，北方那边啊，就追求比较多的。北方的鲅鱼水饺很出名的。下回大搞一条回来做水饺。外观不怎么好看，但是里面肉质挺好吃的。够大，够了，要求还得霸气。这个霸气，这个，你加点下来。干这么热。这个东西不来。再加一点点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我的视频给我点关注，谢谢，拜拜。